统治。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下，1926年7月1日，广东国民政府发出了北伐宣言。7月4日，10万国民革命军誓师出征，开赴湖南前线。一场大战犹如狂风骤起，炮火硝烟弥漫了半个中国。来，拿着路上吃。谢谢。小姐，看，保住。哎呀，李正，来几个？女儿，走了，回去。你怎么追到这儿来了？你还好意思说呢啊！一没看出你就偷跑了。走，跟妈回去。哎，不，回，妈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我们要去北伐前线宣传和救护。什么北伐南伐的？啊，谁爱吃枪子谁去，反正妈不许你去。妈，我不回去。走，妈，走，怎么回事？队长，求求你让我女儿回去吧，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怎么活呀？伯母，您怎么在这涣散军心呢？我们上前线是去宣传救护的，这怎么还没走呢就自己泄气了？既然决定参加革命，那就不能怕死。革命就是牺牲少数人来成全多数人的利益，帮他们谋幸福。为了百姓的利益而死，我们死得很痛快啊。什么？这真的是去送死啊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春晓，你快劝劝我。天哪！我怎么……伯母，伯母，革命总是会流血的，自由之花是需要用我们的热血才能冲开的。我的女儿，伯母。您别太担心了，就是呀妈，谁不是父母生父母养的？别人不怕死，我也不怕。我们不怕死，但我们会争取不死。我们一定要打胜仗，争取早日凯旋归来，努力杀敌，凯旋归来。这位姑娘说的好。为了你们的父母，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啊！妈，您同意我去了。妈，放心吧，等着我回来。出发！连长，这车什么时候开啊？哼，谁知道？你在这儿等谁呢？上头不是培训了一批干部，分配到各部去看一下战时政治工作吗？有个家伙本来是分派到师部当政治部副主任，结果他非要说把工作做到最前沿去。我们团是先头部队，就把他派下来了，让我在这儿等着，他一到回去报告。我听说。这批人当中有不少人都是中共广东区委派来的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派那么多共产党员来北伐军里面来？国民革命军本来就是按照苏联红军的样式建立的，政治工作制度也是从人家那儿学来的。再说了，搞政治教育、民众动员，的确是人家共产党的强项。可问题是，他们来了以后，又背地里宣扬自己的主义，怎么办？你小子还不消停啊？你们孙文学会和清军会，后来见面就吵，一吵就打，同时操戈，这影响太恶劣了。最后怎么样？都解散了吧？啊？我一直觉得跟你挺对脾气的，可是为什么你一说话总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谁跟你对脾气了？你们这帮人永远拿着率性青年、年少气盛做借口，动不动就打打闹闹，没有一点心机和城府，实在是不堪大人。行了，好，那你说，你是什么意思？眼下当务之急是取得北伐的胜利，
所以还需要这个统一战线。虽然孙文学会和清军会解散了，可树欲静而风不止。中山舰事件，蒋校长出来解释是一场误会，双方嘴上不好再吵了，可心里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。又经过整理党务案，这个结是越系越紧，结成死扣，以后就打不开了。所以眼下要做的是静观其变，而且肯定会变。我还真想不到你城府还挺深的啊，我看将来能看重任的也就是你了。你好，麦先生，袁昌，太巧了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想找一下二军六师三团呀。我就是三团的。哦，你就是师部派下来的政治部副主任？就是。哎，你先上去吧。是。哼，我来介绍一下。这是穆飞，我黄埔的校友，二连的副连长。见过呀，上次演出的时候唱对台戏的那位吧。麦先生还记仇呢。哎，不打不成交吗？惭愧惭愧。敢问麦先生以前入过武行吗？没有，一介书生而已。那我可得跟你说一下，你们共产党把你派过来可能是一个错，这可不等同于你在学校带那些叽叽喳喳的女孩子，你现在面对的是那些嗷嗷乱叫的狼崽子。哎呀，有的时候那些叽叽喳喳的女孩子们也是好惹，可能比那些狼崽子更麻烦。麦副主任很幽默，上了战场光会耍幽默，耍嘴皮子可不行。感谢你的提醒，但我也想告诉你，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并不是耍嘴皮子，这是两次东征和一次南征留下来的宝贵经验。来之前我们也进行了短期的军事训练，但是我知道这是远远不够的，所以我们会把战场当成特殊的训练场向你们学习。麦副主任太谦虚了，走吧，团长还等着呢。哎，别熊，我想知道你的三团是前沿部队吗？啊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三团是全师的先头部队，一营则是三团的先遣，我们二连则是一营的先锋连，可谓是前沿的前沿的前沿，是刺刀上的刀尖儿。好，那一会儿我跟团长说一下，建议到你二连。那你得先请示一下我们二连的连长袁昌，看看他愿不愿意在战场上多一个拖累。穆飞，不得无礼。欢迎麦副主任，三团二连连长袁昌，不胜荣幸。走吧，我们战场上见。你们抢着上车，就是为了上前线为北伐做贡献，这种精神是好的，但是乱糟糟的挤成一团像什么样子呀？要知道你们代表着省港工人的形象，代表着广东工人的形象，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形象。排长，把队伍整好，我要训话做动员。好，所有人过来，连升两列，快快快快快！之所以出师北伐，就是为了打倒一切反动派，肃清反动派，整我人民于水火，为工人复仇，为民众伐罪，使国民革命早日成功。嘿，你
没白毛巾的，你干嘛呢？我在这说话呢，你一直低个头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爱听啊？你看看你那个样子，松松垮垮的，驼着个背，像什么样子？广州工人的铁道交通队，要都是你这种精神状态，那干脆别上前线北伐了，去了也会吓尿裤子。算了，老王，这小子没见过世面，这人一多就紧张，你就别跟他计较了。接着说，接着说。不行，我必须要收拾收拾他，好好的修理修理。车马上开了，你刚才不是说到前面车厢去吗？赶紧去吧。上车。父母的反对，一心想到前线来，不就是想遇见他的吗？那你呢？你为什么来？因为你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到前线来。你真的是为了我？我决定了，等再见到他，我就跟他表白，不管他答不答应。
吧？啊，我不饿。看你这一天什么也没吃，受得了吗？啊，不吃就算了，给我吧，谢了啊。不吃不喝不拉，那成仙呢？你这水不喝，这东西烧着。私人的问题，本来不应该问的，但是我怕再不问，过几天上了战场，就没机会问。那你就问吧，麦副主任，应该有心上人了吧？我猜这个女人一定不是我的表妹，我们俩是师生关系。你的心上人是沈梦苏吧？为什么会这么说？那次我们四个人吃牛排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你对沈梦苏的关系不像是老师对学生的关系那么简单。后来排话剧的时候，沈梦苏的表姐又莫名其妙地把你骂了一顿。我问春晓为什么，她也不说。麦副主任，你不会就是沈梦苏逃婚的对象吧？又或者说，逃婚的不是他，而是你？猜对了。现在我跟沈梦苏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麦副主任，我们现在是即将奔赴战场、生死与共的战友，你就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吗？的直系部队在前面干起来了，咱们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。报告袁连长，铁路交通暂时中断，团长命令原地待命。好，莫副连长，命令全连就地待命。是。啊，能就地待命了。这么多老百姓都跟着部队上来了，可见民众支持北伐的热情很高啊。是啊，沈岗罢工委员会动员了上千名罢工工人，组成了北伐运输队、宣传队和救护队，分派到北伐的各路军种。我们广东区也组织了铁路工人，香港金属业工人成立了铁路运输队，
以备沿途随时修复铁路交通，及时运输部队和物资给养。看来你们共产党做的工作还不少。小表哥，你怎么跑到前线来了？这不是胡闹吗？你能来，我怎么不能来？麦先生，真的是你啊！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看到你，太好了。孟苏，你也来前线了？袁连长，麦先生。原来你们也在这儿。刚刚我还跟麦先生聊到你呢。麦先生，你穿这身军装还真的挺英俊的。春晓，你丢不丢人啊？你表哥我穿了这么久的军装，你也没说过我英俊。那是因为我压根就没有认真看过你。王苏，你看看我这个表妹啊，眼睛里都是麦先生。我听说你们参加救护队了，但是没想到你们回到最前方来。前方虽然危险，但也是个锻炼的好机会。我不这么认为。刚刚一颗爆弹，看把你们都吓的。要是真的打起来，是你们救护别人，还是别人救护你啊？是你们给部队的士兵打气，还是让部队的士兵看到你们的样子泄气啊？我们这不是第一次上前线吗？这不还没到前线吗？你们就吓成这个样子，我看还是回后方去吧。表哥，你看不起人？我们是第一次到阵地，怕是难免的。但是我们大家都互相鼓励，我想过不了多久，等我们适应了，就会好的。好样的！麦先生，哎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睡不着，你不也还没睡呢吗？正好我这钢笔没水了，带笔没有，给我用一下。你写什么呢？哎，算了，不写了。一会儿天亮以后，我们可能会面临人生第一场真正的战斗。麦先生，您现在在想什么？想了很多，又好像什么都没想。想我了吗？当然会想到你们了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是说我，您想我了吗？你早点休息吧。麦先生，麦先生，有一句话我憋在心里两年多了，再不说我怕我明天就牺牲了。别胡说，什么牺牲啊？你看这天都快亮了，早点休息啊。麦先生，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，我喜欢你。你不能一直活在那件事的阴影里。
有一本书上说过，忘记过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始。清，难道你真的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水晓，你别说，你只把我当学生。 没关系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是喜欢你是我的事儿。不管你怎么着，我只要对得起自己的心就行。所以，我会一直追求自己的爱情，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。你也不用时时刻刻想着躲开我，你躲不开的。 我就像那藤蔓，会死死的缠绕着你这棵树。春晓啊，有的时候，你真应该学学我表哥。学什么？他现在。 一定跟他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我猜他应该又在给梦苏画画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不信我带你去看看。 画得很有神韵，表哥，你这给梦苏画的画像有几十幅了吧？这画来画去，不就是两只眼睛、一个鼻子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你也真老实，他让你坐着不动你就不动，你不嫌烦啊？等天亮，战斗打响了，要是一颗子弹飞过来。 这就是最后一张画像，你们也不用烦了。要是这颗子弹打中你呢，那就是你的遗作；要是打中梦苏呢，就是他的遗像；要是打中我呢，那就是遗体了。你不许胡说！你不是喜欢看辩证法的书，相信唯物主义吗？怎么有违心了？你还没说，要是一颗子弹打中了你们麦先生，不可能。 我们麦先生有神灵保护，子弹是绝对不会打着他的。麦副主任，你听听，我这个表妹对你有多偏心啊。不过，我想知道一下，你是共产党，又加入了我们国民党，有两种身份。万一一颗子弹打中了你，你究竟是为哪种信仰献身的呢？是共产主义？ 还是三民主义，为国家和民众牺牲，都很值得。好了，就这么一点清静的时间了，还不赶紧和自己喜欢的人好好相处？还争论什么信仰主义啊？你就让他们说嘛。昨天上火车前，穆飞的那些话。 话糙理不糙，都说做人要纯粹。我认为，人的信仰一样纯粹，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党籍、一个信仰。就如戴季陶先生所言：“共信不立，互信不生。”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大敌当前，我们都应该遵从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。 齐心协力地推翻反动的军阀统治。现在这天下是我们国民党打下的，军队也是我们国民党创立的。
那么你们共产党算什么呢？说你们是客人不合适，说你们是主人那就更不合适。麦先生，你不觉得这样的关系让人很别扭吗？有矛盾和分歧很正常，舌头和牙齿在一起还打架了。我们共产党人维护团结，忠于国民革命，两次东征，多少共产党人奋不顾身奉献了自己的性命。这次北伐担任先锋的是以我们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四军，叶挺的独立团。我承认在东征和北伐中你们共产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但恐怕有些矛盾和分歧仍然难以消解。那么我倒认为早晚要分开的话，迟分不如早分。你们这番话，蒋先生在黄埔处心积虑地实施过一次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离开我们共产党的有30多人，离开国民党的有200多人，其中还包括你的同学黄启。这200多人在离开黄埔军校第一军的时候，蒋先生曾发出心甚痛苦的感叹，他说这是黄埔军校的损失，是国民党的损失，也是革命的损失。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，如果有一些困难和损失是无法避免的话，那么长痛不如短痛。哎，麦副主任，你可以考虑考虑退出共产党，加入我们国民党。自从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，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未动摇过。现在不会，今后更不会。谁对砍谁，他们攻得太厉害，我们实在是顶不住了呀。李浩，已经接到命令，我们团要正面阻击吴佩孚的主力部队，在最前面打先锋的就是我们二连。表哥，你一定要小心啊。嗯。王素，这幅画交给你保管吧，希望不是我的遗作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怎么学我啊，乌鸦嘴。拿着吧。注意安全，保护好自己。我本来是不信神佛的，但为了你，我会一直祈求菩萨保佑。你一定要凯旋归来，归来。春晓，我们一定会胜利的。
老苏，有几句话，我想在上战场之前跟你说出来。如果现在不说，可能永远都没机会说了。我说了，你不用跟我说任何道歉的话。我不是来道歉的，也不是来忏悔的，我想告诉你，我对你不仅仅是歉疚。莫松，我想用我的一生来照顾你，保护你。我对你的爱，都写在这封信里。莫松，我知道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接受我，但我会等下去，等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天。旅长，战友开枪！不好，那个方向可能遭遇敌人。莫非，去把他追回来。是。没事吧？啊，我看看，还行，没伤着。走吧，走。哎，你这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，走。哎呀，我这姑奶奶，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，快走。不急了，快走。命令部队火速前进，按预定方案阻击敌人。是，部队集合。快！立正！报告团长，部队集合完毕。冲锋！是。
支柱，按住了，按住了伤口。撤下了。